Thangka 来说，这个佛教方面的拜佛创造的，般的人就是佛像永远见不到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佛像，就是宗教来说，必须要这个Thangka。Thangka这个艺术，一般的画画不一样，宗教方面有关系的。师傅也说，你以后Thangka艺术学的话，传下下一辈子。那时候我想法就是，我努力到这个，一定要就师傅的功夫那个100%达到。Thangka的初衷，我也小时候想的是为了生活，然后慢慢的，我也一边培养这个宗教。Thangka画20多岁，说画着在，摆着20多年了。现在这个意思是，这个世界和平，人人没痛苦，人人搞得生活特别的满意。Thangka艺术这个类似的一个大树特别大，现在我的看法是，类似的那个树根都没了，以后一个大风吹来的话有危险。我的老师们教的那个，就是我也他们穿过去。